大家好，守望香港一点钟一分钟，多谢你参与我哋呢个合一祈祷。我哋而家已经去到大斋节嘅最后一个星期，咁我哋选咗光系最适合嘅祈祷事项系列，因为呢个光嚟到呢个世界，我哋唔识佢，佢与我哋同在，看住我哋。呢个光就系我哋嘅耶稣基督，坐喺地球嘅大圈上边，好值得我哋嘅敬拜同埋赞美嘅。几日前我唔小心搣咗呢个光，整亲个头，所以暂时要停一停呢个视像祈祷系列。不过我哋十分之邀请欢迎你嚟继续帮我哋做呢个视像系列嘅，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祈祷，祈祷日日都要做嘅。我哋喺灵入边祈祷，所以而家我哋有个合一嘅灵为世界祈祷。我哋多谢你，主祝福你。你的眼目要向前睁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。箴言四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。天父啊，教我们警醒祷告，免受迷惑，自以为站立得稳去侍奉你，甚至凭血气而行事，偏离你的旨意。帮助我们将目光从眼前环境转移到耶稣身上，在试炼当中，我们求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更认识你，确信耶稣是神的爱子。圣灵帮助我们昼夜思想真道，认罪悔改，成为圣洁的器皿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